嗯，挺好。啥？哟，合上了！哎呀妈，不这么合啊？啊？哎，这么合、啊？你有病啊！你干啥来了？你干啥来了？我寻思给你姐道歉呢。我姐用你道什么歉？当给你姐吵吵的。你能不能像老爷们儿呢？我又咋的呢？不是你俩咋都这么娘呢？你说话能不能阳刚点儿？我咋阳刚？我还咋阳刚？我现在我都不想跟你吵吵，我都不想管你，知道不？哎，我听你还是没改，是不是那意思？你还跟去年那男的联系呢？姐，说好了不说这事儿呢。他是什么好人？他一天处八个对象，你问他，他情史比你屎都多。那他长得再恶心，他不也是老爷们吗？不是，这关我啥事儿？不正常吗？啊，我正常。我再说，我跟他有啥事儿？他啥样跟我有啥关系？我是说你呢。对，再说我跟你姐不就比个手吗？你能住住，不能住住走。你跟我说这个是吧？我说你呢，又不是小时候跟我要钱的时候了，现在开始跟我说这个是吧？我走啊，以后你别求我了。姐，没事别找我。你跟姐吵啥呀？他就是人。哎，姐，你别走，这外面挺冷，你穿这衣服行吗？哎，不用管。姐，回来啊！哎，你瞅。